你大总管有刺客！你大总管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饶命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是谁？奴才，奴才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有点像窦中啊。奴才不敢欺瞒皇后娘娘，奴才是为了拿这个荷包。皇后娘娘，这个荷包是奴才的老娘亲手绣给我的。奴才自幼进宫，很早就没有见过我的妈妈了，每日只有与这个荷包为伍，所以奴才恳请皇后娘娘饶命，这个荷包对我意义重大。快50年了，我也想我母亲。你母亲长成怎么样？跟我说说看。奴才明白。我想要珍妃的腿跟手。他加了这些，奴才可以，奴才一定可以。那惠永红老师真的给的非常好，他那段帮我丰富了。谢谢皇后娘娘，谢谢娘娘。就是这个任务越丰富，这个戏越好看。